品牌方也太敢了吧。众所周知，波波这全身上下都是广告位啊。探索心境雪山篇才刚出来，波波穿的这个蓝色滑雪服的商家就立马出来认领了，然后评论区就有人问有没有绿色，然后商家就回复有黄色的，有人又开始上课了，黄色不行，正好给您普及一下，王一博只爱绿色，商家就说了或许他家战哥喜欢，然后他又回复商家，你哪听来的胡言乱语，还是本来就带粉籍啊，人家开门做生意，想怎么卖就怎么卖，是你先拿粉圈这一套来指手画脚的，什么时候你开始替他决定他只能喜欢绿色了，那看吧，红色大睡袋还是对家超红的那一种，那是不是得把他踢出超话啊。